今天怎么是个下雨天呢、啊？天色不够，那怎么拍影片呢？虽然用手机应该是拍不出什么了哈，可是真的我现在一滴水滴在我手上，滴的，你们看，真的有水哦，不是没有。啊，你看我手，下雨天呐、啊，不是晴天呐、啊，没关系啦哈。连我的狗都死了！哎呦，哎，干嘛干嘛干嘛？哎，干嘛干嘛？哎，别拍！哎！我干嘛干嘛？对，现在是下雨天。然后呢，我今天拍摄影片的目的呢，是为了要和你们说，我下个星期三、四、五啊，对，这三天呢，我应该。会先发布任何一部影片，因为我们学校考试，可是呢，我们的考试不是 UPS RTC 跟 HTM 的，我们还是个普通的中班学生，中一学生，所以呢，就我们考试呢就是一个普通的考试，可是虽然说是普通考试，可是呢，我们也是要学测，对不对啊？对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就是要发布影片了，所以下个星期应该会比较少吧。就是我拍好这个影片呢，我过后会再想一些影片来发布先，然后真正的影片就比较正常啦。因为我只是要和你们说，我下个星期三、四、五没发布影片，然后下个星期一跟二我会尽量发布影片，尽量啦。如果没有就没有了，因为我也是个学生嘛，我还要上课，对不对？也没有这么多的题材去。如果你们有什么题材呢，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诉我要拍什么影片，因为我的头脑只是个人，没有太多的题材了，所以不要先拍 vlog 了 ，vlog 不要上第二天 ，vlog 我会在一千订阅才拍。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就记得按赞、点赞、分享给所有的朋友看。记得订阅我的视频，免费的到这里，你们才会错过我每次的新的影片。别忘了我为什么每天走来走去。拜拜。